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。治理好水污染，保护好水环境，就需要全面统筹，左右岸，上下游，陆上、水上、地表、地下，河流、海洋，水生态、水资源，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，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。我们小时候来就基本不来这儿，干涸的臭水沟，有的地方就没有水。现在两岸的这个绿化也做得特别好，然后空气质量都提升了。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在太原人来说没有见过白鹭，现在种群数量就大得很，每年要来百十只。现在的水都停的就像汾河那个一点看到底了，跟我们唱的那个我们陕西好风光。每一位河道进到自己的责任的话，碧水蓝天就出来了。